两根72号玉线，单根长50厘米，中间穿上红豆，两端配两颗小珠子，打蛇结，下边的线往上绕，包住上面的这根线，被包住这根线绕食指转一圈，穿回圈圈里，然后我们把下边的这根线收紧，食指的线拿出来，接着收紧，一个完整的蛇结就打好了。我们再打一个蛇结，方法是一样的。收线的时候我是两根线一起对着收的，都可以。这边打了6个蛇结，另一面同样的打法，结尾四线重叠，打1公分的平结。不会的看一下其他作品，关注我，分享更多绳子小技巧，点个小爱心吧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穿上喜欢的小配件，像视频这样把线勾好，第一个勾上面的线，第二个开始都勾下面的线，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，编到合适的长度，把线拉出来，另一端活结打开，编法都是一样的。结尾四线重叠，在重叠的部分打1公分平结。关注我，分享更多绳子小技巧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绿萝卜，期待白昼，接受所有的嘲讽，向着风，拥抱彩虹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红颜天空上，对对排成行，江水长，秋草黄，草原上琴声忧伤，红颜向南方，飞过芦苇荡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取一根喜欢的棉签，剪掉棉花头，和一根6号线接好，另一端拉过来和棒棒重叠，在重叠的部分绕四圈，慢慢拉出棉签，收缩紧线圈，穿上一个大孔珠子，棉签拉过来继续绕四圈，一直重复这样的绕法，到合适的长度就可以拉。结尾两端线重合，拿出其中的一根线绕两圈，绳头穿回两圈里，收缩紧线圈。关注我，分享更多编绳小技巧，送颗爱心吧，谢谢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